当代女主播有多拼。今天估计我们要彩排作业了。的路演时间是需要播放的。有请三号选手。现在才5点多，活动9点开始。我太困了。啊，快醒醒！早起一杯温水。这是今天要穿的礼服。化妆师还没到，我自己先化起来。今天主持完呢，还要赶到下一个城市，带妆肯定要超过12个小时了。一般这种需要超长待机的时刻啊，定妆千万不能脱妆。这是具有高保湿功能的玫瑰杯定妆水光喷啊，在夏天的时候直接可以当保湿妆前。